第一铲子很重要。没有，我是真的挖得好。不是，因为这个我翘起来了，第一铲子翘起来我就够不到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挖掘机跷跷板第二轮，有请另外两队。干啥呢你俩？你俩比啊？我来什么玩意？我来太欺负人了，这也挖掘机跷跷板大赛第二轮，加油加油。海哥，来，完了，插不进去，完了，加上，海哥，我觉得你不用弄了。凯哥，别嚷嚷，别嚷嚷，别着急，他高，现在我得慢慢过来。我刚才就是这样。玩儿呢？他高，我得慢慢，别着急，他不是我，到那儿去了。棒啊！卡壳了。我这里到，我换衣服吧。绝望啊，这是一种绝望。我还挖不？我觉得你别挖了。别挖了，凯哥，你看着他吧。那已经快爆了，真的不用挖了。你能放进去一锹吗，老沙？一锹就可以。沙哥还没学会呢，我感觉。你看于洋，看于洋的表情。我的妈呀！他在想啥呢？这是静止画面吗？